你到底系咩人？你们没有一个像唐龙，没有一个像唐龙。你系唐龙，你依然系唐龙。佢系话杀人犯之所以成为杀人犯，而非佢嘅自性。佢净系生于杀戮之家，佢杀咗人。 纵身都有罪，大家都系同我者。咁你点解唔放过佢？佢想做个好人。我哋都一样，唔系要连佢哋变做好人？系为咗乜嘢？为咗法啦。你身上的血是我的，他身上的血也是我的。我知道你抹走我过去，一定要离开家乡，重新嚟过。我要做刘金喜，我差少少就可以。 人嘅身体好奇妙，可以呃人。我就系用你嘅身体嚟呃一次，同龙，你一定要死。